我叫王勇敢，我的奶奶，这三个都不是，这才是我的奶奶。她人缘很好，很多人都喜欢她，但是她只喜欢我。我喜欢她陪着我一起看动画片，可是一定不能让爸爸发现。爸爸不让我看动画片，奶奶说爸爸想逛偷墙。王勇敢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像喜欢光头强一样喜欢他。哪有那么多喜不喜欢的？达芬奇喜欢鸡蛋吗？这不照样得画。可是我不喜欢这个曲子。我更不喜欢拉小提琴。你拉着拉就喜欢了。这天奶奶做了一个愉快的决定，她决定为我抄一份熊出没的谱子。哆来咪发嗦的西也不懂，我就说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还是有点小糊涂。楼下万人迷张爷爷，他听着熊出没翻译成了简谱，他帽子上的那根羽毛真的很迷，可惜我看不懂。我这种小天才只看五线谱。于是锅炉房的李爷爷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。您是在夸我吗？咪咪发发嗦，他以前在文工团打快板。我还会啊，我还会快，我还会打快板呢。喜欢奶奶很久了。好好好。哎呀，老李呀，老李，救人呐！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过来，可我长大了。你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你看我今天不把这头小脏辫全给你揪了。奶奶，我不想拉琴了。来呀！奶奶，今天有球赛，我就不回去吃包子了啊。奶奶，这个寒假我就不过去了，我去同学家。我的深山老林了吗？寸金难买寸光阴。这大过年的，他有这个病，别再让他出去跑了，可不行。这场鸡蛋，我听说哪的老人在吃的。行了，你们都勇敢的爸呀，照顾着吧。他不认识我了。你呀，谢谢啊，谢谢总。比勇敢，哦，兴趣是孩子成功的第一要素。他真的不认识我。熊出没他喜欢，我找人给他翻了个五线谱，你给他拉拉，他真喜欢。没事，人老了都这样。我没有成为优秀的小提琴家，奶奶很多事情都忘了，但是关于我的一切她都记得。勇敢，你还喜欢看动画片吗？我小时候喜欢看。那你现在能陪我一起看吗？好。好久不见。奶奶，你喜欢看动画片吗？小孩子喜欢看，奶奶老了不喜欢看了。那你能陪我一起看吗？